艺人伊能静于2015年与相差10岁中国男星秦昊再婚，近年来也定居在中国，积极发展演艺事业。今年已经55岁，他时常和粉丝们分享日常生活，吸引了不少人关注。始终对自己身材的管理格外用心的伊能静，日前在微博上传了自拍，只见照片中的他正在让工作人员打理妆发，青春洋溢的造型十分吸睛。他在贴文中开玩笑的问道：“微胖有什么优点？”接着表示脂肪可以代替胶原蛋白，毫不避讳的自嘲自己变胖了。不过照片中的伊能静虽然脸颊有些许的圆润，但是四肢还是很纤细，瓜子脸蛋也依旧没变，意外显得更加年轻。因此不少网友惊讶的表示，姐姐和微胖根本扯不上关系，难以置信居然有人55岁了还能这么美丽动人，难怪秦昊会心动啊。Bye.